公司一大堆人要养，还有小孩子要养，所以没办法放弃。我真的很想回去乡下种菜种田啊，只是目前还没有这个资格。成功的道路并不拥挤，只是坚持的人太少。你只要坚持，你很快就可以成为最佳女主角。女王的诞生，敬请期待。